哎呀，这哪有鬼呀？是不是你心里有鬼呀？夏秀。啊。那，你陪我待一会儿吧，我自己实在害怕。我本来我身子就虚，你不能在这儿待着。哎呀，我太晚了，我得回去。夏秀。哥求你了，搁这待会儿行吗？你陪我待一会儿，我害怕。哎呀，你把手松开！行行，你陪我待一会儿。你松开，松开，我陪你待着。松开啊，松开，松开。哎呀妈呀，你说你还男子汉呢？你这胆儿也太小了。今天搁这都吓得都吓得浑身冒虚汗都。行行，我陪你待着啊，别害怕啊。行行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没事。天蓝，太晚了，你让我回去睡觉吧。秀儿啊，你再陪我待一小会儿。你要是困的话，你就搁这睡呗。我搁这睡能行吗？那我搁这睡，大果看到咋办呢？大果那边我帮你解释呗。不行，你说你自己把我扔这块儿，我不得吓死吗？小秀，我求你了，陪我待一会儿行不行？等着，马上到啊！来不来呀？来了，他来了。你爹咋整啊？吓死我了！妈呀！哎呀！哥来了啊！出来了，大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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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，别怕啊，别怕，别怕啊！有我。看到鬼了啊？咋的了？我看到鬼了。看着鬼了？这家伙比鬼还吓人呢！我。啊！我问你，碰他呗？我哪有那闲心？都给我吓残了。抱我多长时间了？我刚搂着你就回来了。那你那意思我来早了？不是，你来晚了。啊？你怎么还有功夫问这个呢？我都吓完了。没事没事，宝贝儿啊，别害怕别害怕啊，没事不用怕，有我呢，怕啥呀？来，哎。别害怕，宝贝儿啊。啊，我领你回家行不？咋回家？你在这干啥去？我这你想跟着是不？带我一个呗，你带一个门，我带他啊。那行，你俩去吧，我走。啊，那不行，不行，我跟你走。你是不是想跟着？我告诉你，我刚才没打你就不错了，你还想跟着？我告诉你，搁这值班，听到没？带，走，行，回家。哦，别走，干啥呀？我妈给你冷的乱漆黑的，我吓死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给冷的妈呀！你别搁这纸袋，你我来。哎，大伯，你干啥呢？这不搁这装的吗？哎呀，不能，哎，他胆儿小，你哎呀，讹人是不？天蓝，这不对呀！这天蓝，完了，手都凉了。走这么快吗？啊，这不行，这得做人工呼吸。啊，
得是是是，天蓝，喂，干啥呀？人工呼吸得我来。你也不会，你来啥呀？就往里吹气儿就完事儿了。来快来。能演不啊？人不定好了湘绣来吗？你来啥呀？我演的小品就整这块呢。别瞎说，湘绣来，我来啊。行，我来啊，你等着啊。嗯，来吧来吧，快点的，一会儿没气儿了，快点的。你看我行吗？哎呀！